的韵律凝聚出天然的鲜甜，来自花莲山上的各式蔬菜呀，藏着爸爸的爱心哦。经过简单的烹调，香气是久久弥漫在口齿之间。拥有泰鲁格族与客家血统的秀月师姐，从小就上山摘野菜贴补家用，并且学习如何分辨有毒的野菜。现在我们就赶快来体验营养美味的野菜大餐哦。大家好，现在新书派健康对谈来欢迎我们这一位叫做派克混血儿秀凤师姐，你好。哎，甄师姐你好，还有全国观众大家好。哎呦，我们今天为什么穿成这个样子，一定要跟人家讲，而且为什么叫派克混血儿呢？因为我们的秀凤师姐呢，阿公是客家人，客家人，但是阿嬷是泰鲁格族，泰鲁格族。我刚刚在讲是达鲁古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那就是阿公嫁给阿嬷喽。也算了，也算了，对不对？哈，都是母系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再生下你爸爸是泰克混血儿嘛？对，结果现在爸爸从母系。对，但是呢，我们今天真的要谢谢我们秀凤师姐的爸爸。啊，那为什么要谢谢他呢？等一下我们看了就知道了哈。那么你今天要做的料理叫做什么？野菜天妇罗。野菜天妇罗。好，我们在日本料理店不是也有看到这一道菜叫野菜天妇罗吗？但是这个是不一样的哦，这个是真正来自山上哦。来，我们就来看一下野菜天妇罗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哈。野菜天妇罗，材料有锅猫300克，山芹菜200克，地瓜1颗，秋葵200克，小红萝卜1条，节瓜1/4条，南瓜1/3颗，红椒1/2颗，黄椒1/2颗，茴香200克，山苏200克，蛋1颗，面粉1碗，调味料有糖1小匙。这个要谢谢你的爸爸，还有妈妈。妈妈，对，爸爸妈妈为了你今天要来录现代新宿派，对，是特别从这个花莲寄上来的，对，对不对？然后现在来看你这个宝贝女儿来表演啊，来，我们来表演了，嗯。就从节瓜，对，这也是我们台湾原生种的。哎呀，这个人家做意大利面的时候一定要用的节瓜，是我们以前都在想说是进口的，不是不是，这是你们山上种的。对，山上种的，就那么大颗，很大颗哎，好好玩哦，就给它切一片，而且这个可以吃生的。生的也是可以，可是最好是煮过会比较好，比较好。好，这个切薄薄的一片，切薄薄的，对。所以那个是阿公跟阿嬷结婚之后就是住在花莲吗？对，光复哈，就是住在部落里面吗？对，啊，那等于说其实阿公也等于是像泰鲁格族人一样哦。对，非常像，非常像哦。哦，怎么说？他刚开始本来就是很正规正矩的人，客家人，对，客家人，对，就是很勤俭这样子。对，然后他就是生过一次大病之后，就是我们就是族里的，就是为他祈祷，整个族为他祈福。对对对对。然后呢？然后整个都病好之后，整个都大改变。怎么改？就开始讲泰鲁格话了，客家话忘记了，还是会说，还是会说，他就整个人心都变了，对，就是变得很像你们族人了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是一种感情，他感受到你们的爱了，对，是不是？对，然后他听到我加入慈济，他们非常高傲，对，威傲，对对，他说，因为我妈妈讲过很感性的一句话，说不管是什么宗教，爱都是一样的。
太好了，你妈妈好有智慧啊！今天这句话说的真的很好，因为他现在是我们那边基督长老的长子啊，真的。对，所以说他听到我加入慈济子，他也说嗯。他说很好哦，好好哦。其实真的说实在的啦，本来就是不管是什么宗教，爱都是一样的，只是我们表现的形式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对。你们平常吃是怎么吃？其实就是烫一烫，哎，就烫一烫的。对。哦，我是把它炒来吃，也是可以，也是可以。我都不知道我们原住民吃这个，因为我第一次碰到这个茴香是吃住在就是东北人，大陆的东北人是用这个茴香包水饺，有听过，有听过，有听过，对，就是爱上它了，以后就是看到就想买，但是我真的不知道，哇，以后我们如果说是想吃，就到山上去找。对呀，这个真的是山上，因为只要是无污染、干净的地方，其实它就长。一年四季都有吗？对，没错。所以说是这样子，慢慢慢慢的把它这个每一样东西都切好。其实这个叫做野菜天妇罗，应该是这是日本料理啊。对，日本。你是把它混在一起哈？也算吧。在山上，你说小的时候你们常常都会去捡野菜。对呀，其实因为以前小时候家庭就是比较困苦一点，我们都会去采，就是下课之后是，然后就是家里没人没大人嘛，就跟着大姐姐大哥哥去捡那个野菜去卖，拿下去卖。对，然后泰鲁格族其实原来的名称不叫泰鲁格族，是叫做什么？泰雅族。它属于泰雅族的一部分吗？对，可是后来是后来才分啊。那以前你们是跟着大哥哥大姐姐出去捡野菜，那你的小学是读哪里？明利村，我们那边是万荣乡明利村啊，所以呢，万荣乡啊，对不对？万荣乡，对。然后那个明利村那边有个小学，对，明利国小，明利国小，它很。迷你型的国小，全校没有100个人吧？没有，才几啊几个，就几几十个人而已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是很可爱，对不对？迷你国小，那可是，原住民会采野菜，这个还是要学的吧？不能乱采。对对对，有没有那个有谁教你们？有，就是村里的长者，长者会教，对，他们会去山上，就会带我们。就看到很多小朋友这边玩耍，说来来来，小朋友来，跟带你们去认识野菜。野菜，我一直怀疑我自己上辈子是原住民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搬到山上，我也曾经住过山上，住在深坑的山上，然后看到路边有长那个，黑黑的紫的那种树哈，因为住台北市没有看过，然后我就这样才来查。尝尝看会不会有什么问题，就吃了超过20颗，第二天一直拉肚子。我终于知道那个叫做龙葵欧吉亚菜，欧吉亚，对不对？我有带，你有带，你有带来？有。那个吃多了会拉肚子，因为它很凉。对，那个是没有煮过的，要煮过。像有煮过，像我们老家煮汤，对，煮汤，那个叶子煮汤，对胃非常好。筷子，好，来，我们现在就要来炸了，对不对？对。你这个是学日本料理，还是真的我们的那个族人也是有这样子吗？对对对，现在都已经改良了，因为以前都是直接煮汤啊，或者是简单，对对，简单就可以了，就是做原味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做原，我们喜欢吃原味的东西，所以说炸这个东西是我一向最喜欢吗？不是，是一大挑战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喜欢吃原味的东西，所以炸这个很麻烦，对不对？对。对呀，这么麻烦，我们现在来，我们一起来动手。一时舌头已经，像我现在阿妈已经90岁了。阿妈就是那个，就是阿公嫁给他那个，不是妈妈的妈妈。哦，妈妈的妈妈，那个纯的泰鲁格，纯的泰鲁格小姐，90岁。对，哎呀，住在山上身体很好，非常好啊。他就是平常都是吃这些，他吃其他都不要，他就是吃这些就好了，就是吃这些野菜吗？对对对，其实你们大家看一下这些野菜，你看五颜六色，什么营养都有，对不对？光这样子吃，我觉得
够了，营养就很够了。对啊，我来旁边，你来炸，我来夹，好不好？好，因为那个速度要比较快，在饮食方面是很少会用这些东西，很少这样子炸了。对对对对，几乎都是直接烫一烫，直接烫一烫就可以了。对对对对，所以你说那个90岁的阿嬷，就是我们现在叫做外婆嘛？外婆，外婆的，其实这根 OK 了吗 ？OK OK， 好好好，只要那个面皮有点是有点焦焦的就可以了。那但是哈，其实真正的原住民在饮食上面没有说是大鱼大肉，只有特殊的节庆才会有吧？对，是不是？平常并不是像说什么餐餐都是有大鱼大肉，对不对？对对，是不是？好。那所以你的90岁的阿嬷也是吃得很清淡吗？非常清淡，她就是特别喜欢吃你讲的那个，你讲她肚子的那个。我吉亚菜，对，但是因为我吃的是直接把那个籽拿来吃，那个籽是寒凉的啦，因为我吉亚菜本来就是那个龙葵，那个本来就是去肝火的东西嘛。对，嗯，然后爸爸还有寄了那个藤心，哦，藤心，对，哎，那个就是那个泰山那个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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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把那个外皮剥掉里面的那个，哎，真的吗？他没寄来，你怎么没有拿出来秀？有，真的，真的吗？等一下我们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因为这个让大家开开眼界，因为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哈是全世界的人都在看啊，来看一看，难得看到，我们真的到了哎，花莲、台东录影都还没有看到那么多的那个，哦，好感谢你爸爸让我们开眼界。其实是还有很多，好，我们难得机会今天来上叫做自然课，学习原住民的野菜，然后你们大家才不要说是自己跑到山上去乱采野菜。对对对，你小的时候啊，这样子跟着长辈学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有真的有吃到有毒的吗？有。误食，对对对，因为小时候没有家境没有那么好嘛，你说要吃糖果也不可能，没有，然后就会去采那些有的没有，就放在嘴巴就咬，小朋友自己乱咬，对对，然后会咬到那种就是全身发痒，也就是休克。你有碰到过这种情形吗？哎，我是没有，是看到同学，我是听那个长者讲说哈，只要是叶子上面有毛毛的东西。有毛毛的就不行，那个都很毒。哦，它是用一个基本认知法，只要叶子上面有长毛毛的，就不能吃。对，那这个小朋友就吃到叶子上有毛毛的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没有糖果嘛，就是会取那个像什么树皮都拿来啃。啊，可是你有没有吃过就是这种用野外的植物当零嘴，然后碰到好吃的东西，你印象里面有什么？野生草莓。野生有草莓？有野生的草莓。它长得像草莓吗？就是像有点像桑葚，它是红的啊，小小一颗一颗，是矮的还是高的？矮的。哦，草本的，是草本植物，所以这样子采来吃。以前就是看到那个大家会，就是小朋友会抢着吃，还会抢着吃哦，很甜又很漂亮。哦，这个感觉上，今天这样子吃起来叫做野菜天赋了，真的是好丰富哦。还有一些食材还没有上，所以哦，没关系，等一下我们就要来认识一下，先把这个炸起来哈。然后你边炸边说，那个其实你的那个，90岁的阿嬷，她很可爱。阿嬷的那个泰鲁格话是怎么说？因为每个地区讲的都不一样。巴伊，对，巴伊，啊，巴伊，对，巴伊。妈妈是布布，哦，妈妈是布布，对。那是哪一组叫尹娜？尹娜是卢凯吧？卢凯族，对，卢凯，哦，对。十几组，你要搞清楚就已经很厉害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嗯，所以那个感谢赞美组，大家讲的都一样。对。好，那我先把这个放在这里，然后我再把那个捞起来哈。好，那你吃素是因为你现在都接触的是素食？对对。那其实我们的会有一种这个。可能是不了解，以为原住民全部都是吃荤食，
因为像我们村里就是重口味吧，是嘿，然后也是吃肉吃特别多啊，会啊，还有喝酒啊，喝酒，对，像我们每一年回去啊，尤其是清明节的时候，每次去扫墓就会看到多几个躺在那边，就是大家全部都是喝醉倒了马拉松哦。对，然后后来就是有大家都会有一个警惕，警惕就是不要再喝酒了，不要再吃肉了，对，为了身体健康，不然这么美好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，对不对？而且躺在那边的都蛮年轻的，好可惜哦。所以没有那个大吃肉然后一直喝酒的，就会像你的阿嬷一样这么样的健康活到90岁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把这个这样子炸好之后呢，那你不但是自己吃素食，好像儿子跟着吃哦。对，儿子也跟着吃素。这么年轻，儿子多大了？国二。哇，他是参与我们的慈少班哦，还有这次的一念之间的演绎。哦，真的。他自从加入就是演绎一念之间之后，就是完全吃全素。好乖哦。好，今天我们这个天妇罗现在先把它等一下再来炸，我们这几份是够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先要让大家来认识一下爸爸的爱心。我们他寄这么多来，你不说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，真的是对不起他，好不好？这个佛手观，这个以前也是只有山上才吃，但是现在我们都懂了。对，这个是恒星哦，这个就是那个这个可以吃哦，可以。这个怎么吃的？你们吃的？就是吃这个最嫩的地方。这个要剥开来，对不对？小心哦。我们来剥剥看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对不对？既然都寄来了，我们不给大家看怎么行呢？对不对？对。可以吃生的吗？可以。你说这个部分已经可以吃了吗？可以了。回甘啊，它是苦的，可是会回甘。刚刚这是脆的，刚咬下去是苦的，绝对没有苦瓜那么苦。对，差远了。然后呢，如果喉咙干渴，没有水喝，很干，这个吃下去可以解渴哎。对。这是山上的救命药。然后这个大家有没有看过？这个长得好奇怪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杨桃豆。哦，这就是你刚刚讲杨桃豆，这怎么吃？用炒，也是用炒的，切一切炒来吃。对，跟香菇啊、菇类。哦，好棒哦！哎呀，然后呢，这个就是要调酱料了。酱料你要其实不要酱了。对，就对。我们不要酱，我们就酱吃，好啊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就酱吃，吃我最爱的，好，叫做茴香，怎么那么好吃？吃完以后就要来唱歌了，谢谢，感恩，我们也感恩，爸爸祝福你，谢谢，祝福秀凤的阿公阿嬷，那阿祖爸爸妈妈，好，感恩你。野菜天妇罗做法是节瓜、南瓜、红椒切片，红萝卜、地瓜切条，秋葵、茴香、山芹菜切断备用。将野菜裹上面糊，再入油锅炸至金黄就可以了。在人来人往的淡水老街里，有一家饼店，它没有华丽的招牌装点，但是走进里头就感受得到浓浓的古早气氛。不说您不知道，这里卖的可全部都是素食产品。接触佛法多年的刘老板，原本开的并不是饼店，而是面包店。面包的那个寿命很短哦，那隔天就全部把它丢掉哦。啊，面包又没有坏掉啊，但是竞争激烈，都是要保持很新鲜这样子啊，所以说就感觉说很浪费啊。每次一打烊呢，收起来的面包一大堆哈，就觉得说这样子很损这个福报，就不后来就把面包店结束掉这样子。看不惯食物被长期的浪费啊，决定要做出一些改变，不只要成为一间素食饼铺，还要做出不加人工合成物的健康产品。
刚实行的时候呢，曾经被顾客反映味道不够，但是呢，耐心的解释之后，渐渐的大家也可以接受香味不那么浓郁，却对身体没有危害的食物。用心总是会被看见的，就像是店里一大特色的泡饼，如果以另一面出发，早就该停售了。但是刘老板啊，却依然要做下去。因为泡饼哦，它要纯手工制作哦，很浪费时间。那所以说，现在做的人就越来越少了。那但是为了说让它能够传承下来，那也让那些老人家都能够吃到他以前的口味这样子。所以说，再麻烦也要把它做下来这样。盛上足重的面粉、奶油，再加上糖粉，进入搅拌机里，慢慢变成了黄澄澄的油皮。将油皮包入油酥，反复的擀着，擀出层层叠叠的口感。接着得让它休息放松一下，才可以包入麦芽内馅。再经过压扁塑形，进入烤炉之后呢，缓缓膨胀，不能够漏气，膨出饱满弧度，才算大功告成。里面切开哈，是整个里面是空心的，里面的那个麦芽糖里面是上下整个都涂得很均匀这样子，哎，这样子是一个好的泡饼这样。勾扎米的泡饼一入口，无尽层次的酥皮在嘴里化开，细细的咀嚼。随之散出麦芽糖内敛的甜味，一幅幅古早画面浮上心头。老板说，这泡饼可不是只能够搭配杏仁茶哦，不管是泡开水、泡冰牛奶，或者是直接干吃，你想要怎么吃就怎么吃，而且怎么吃都好吃。我娘家在台中，我如果要回台中，我就伴手礼。哦，为什么会特别买这家当伴手礼？因为吃，我觉得因为朋友亲戚都说很好吃啊，吃习惯就都在这边买，香香啊，像那个老人家哈，吃也很方便，这样上班族啦都很方便。小朋友真的很喜欢吃啊，真的很爱，就想要就拿来凉吃，有时候阿妈炒的很好吃，还蛮香的，很好吃，甜甜的。它是古早味，因为我妈那个年代，我妈已经80几岁，她小时候就吃这种的，那个泡牛奶吃，我觉得还蛮营养，而且它是很纯的，没有其他的那个掺杂的那个些那个人工的色素这样子，所以很香。勾起你的回忆就对对对对，很难得，因为很早，现在已经很少看到碰饼这种东西了，因为我小时候的记忆就是这样子。实在的味道让人是怎么样都吃不腻，看见顾客满意啊，自己就开心啊。在刘老板心里，最重要的从来就不是赚不赚钱，而是把健康概念啊，不着痕迹地藏进这一颗颗用时间与耐性磨出来的泡米粒。